现在颁授共和国勋章，黄宗德。颁授友谊勋章，迪尔玛罗塞福。颁授国家荣誉称号奖章，巴伊卡凯利迪别克人民卫士。田华，人民艺术家。许振超，人民工匠。张卓元，经济研究杰出贡献者。张晋帆，人民教育家。张谢林，体育工作杰出贡献者。赵忠贤，人民科学家。陆生梅，人民医护工作者。抖音